我早晚有一天让你们都去死，都去死。你知道什么啊？当年他要是不嫁给我，他连活都活不下去，知道吗？他应该感激我才对，知道吧？他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就是个知识分子吗？知识分子怎么了？不吃饭了，不睡觉了，不也是吃喝拉撒，做什么清高？我告诉你，你妈除了一个漂亮的脸蛋，没一点作用的地方。你干嘛？你能养得起他吗？还是你能给他介绍工作？档案没有，户口没有，他来了只能干个临时工，你觉得比他们工厂能好到哪里去啊？从他退学到你被大学录取，你们俩的人生已经不在同一条道路上，他整个家庭就是一个脏乱的大漩涡。过着这样的感情，你未来的路会无比的艰难。别说什么理想抱负了，光是应付他的问题，你就会被生活给拖垮。那难道我就让他自己一个人陷在泥潭里面，什么都不做，什么都不管吗？你管不了。失恋的痛苦转瞬即逝，但是人生的选择只在一念之间，却影响深远。如果选错了我，你可能要用几年的时间去买单。你为什么不能给自己选择一条简单的路呢？啊，你自己想想吧。你还管不管闲事啊？那要是我的女儿，说什么？过来，徐烨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他十七岁就被我睡过了。你那个时候有肉的很啊，又细滑的，睡他的人多了，他就是一个贱货。你一个堂堂徐家大少爷，被一个破鞋玩的团团转。老邓，老邓呀！
这边往上。正着嘞，刘长水，他司机怎么在这儿？送法医鉴定。收队吧。收队。这还有一个。